留着嗓子腰，让我们哥心疼啊。谢谢诸位，诸位多捧场，谢谢。我这位姑娘是初学乍练，什么功夫也没有，多谢诸位的捧场。别看这把刀并不大，可是分量足足有120斤。可是学徒我今天不敢说我能耍得起来，万一要是耍砸了，还得请诸位多多的包涵。学徒，来吧。推我，有人推你？哎，好小子，跑这找便宜来了！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哎，我跟你没完！放手！我打你！放手！怎么回事？爹，这个人欺负我。老先生，刚才后边有人推我，不留神碰到这位姑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谁推你了？刚才二狗子站在你旁边就没看见。是，别开口。我知道，秀姑，我看这位先生是位读书人，绝不会的。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后边推他。二狗子，哎，师傅，你说是不是有人推他？是有，好像有，就是后面那两个坏蛋推的。刚才你为什么不说啊？算了，孩子，你错怪了人了。你还不给人赔个礼？这不关姑娘事，都怪我不好。这个孩子脾气真别扭啊！我关守风啊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这个孩子脾气，这也是我宠坏的，您可别见笑。您说哪儿的话呢？哦，您这功夫真了不起啊！您太夸奖了，没办法。混饭吃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从心里佩服。我姓樊，叫家树，由杭州到这儿来上学的。我一向很喜欢武术。是，大叔，我不但喜欢您的武功，而且觉得您为人很豪爽。晚大，我们能够找个地方谈谈吗？好，我看咱们到那边坐坐吧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您请您请。秀姑。你收拾收拾，我跟樊先生到那边坐着就回来了啊。爹，您又去喝酒了是不是？可千万别喝多了。我知道。是，
谁说行好事有好报？我就不信。不瞒你樊先生说，想当年我在口外做强盗，我就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，结果落一个家败人亡。我那个老伴和我俩儿子都给军阀杀了，我带着姑娘跑到这儿来。当初我要是心狠手辣的话，我想我不会在这儿卖艺混饭吃。大叔恐怕还是没有遇到机会。大叔，您姑娘找您。秀姑，来来来。哎，白静，您坐下。来来，秀姑，坐这。爹，您跟这位先生说这些话干什么？哎，这怕什么呢？人家是明白人，怕什么？来，坐坐坐坐，咱们喝。啊。爹，您又喝多了。嗯，大叔，你不是说喝醉为止吗？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三斤了，是差不多了。哎，咱们改天再喝。好好。伙计，哎，开始。哎，让我来做主。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怎么？怎么，不见钱了？奇怪，刚才还在身上的呢。天桥这个地方人太杂了，一定让小偷给爬去。钱倒不要紧，我里边还有很多证件呢。什么证件啊？不瞒你说，我是到北方来考大学的，没证件我都不知道怎么考。是，你别急，我在这儿人头还少，等会儿我给你去打听打听。谢谢您了，大叔。没关系。什么事啊？嘘，外边有两个巡警要找你啊！啊，就说我没在家。你犯了什么案子啊？没有啊。还是我给你收着好。这可不能连累你啊，不是闹着玩的。拿来。嘘，巡警啊。巡警在这儿呢。秀姑。你骗我！你还说拜我爹为师学武艺呢？告诉你，我爹可不收你这个贼徒弟。秀姑，说正格的，你千万不要告诉老爷子。我不告诉，你得怎么谢我？那钱包里有30多块钱，全给你。呸！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财迷心窍？我拿去还给人家。哎，那不白我便宜那小子了吗？本来是人家的。我一猜啊，就是你，贼头贼脑的，老是站在人家旁边。我现在是替你去还给人家。哎，干嘛呢？那小子看样子就挺阔，不偷白不偷。哎，咱们这么多年朋友了，你为什么向着他呢？秀姑，哎，爹，你回来了。哦，樊先生的皮包叫二狗子给捡着了。哦，怪不得呢，我查来查去查不着啊。您快给樊先生送去吧，人家不定多着急呢。嗯。哎，时候这么晚了，我看明天你去一趟吧。我去。嗯，把这个钱包当面交给樊先生。关姑娘，樊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刘福，哎，倒杯茶。是，坐。啊，别客气。樊先生，您的钱包找着了。啊，谢谢您。
您甭谢我，是我一个朋友捡来的。您点点少了点什么东西没有？没有。哦，好像少了一张照片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关姑娘？没有什么。哦，请坐吧。真不好意思，还让关姑娘自己走一次。你们府上住哪儿啊？我们这种人家怎么能称府上？我们住的是大杂院。大杂院？是一家院子里住了好些人家，做什么的全有。您要是有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，我正想去拜访大叔，你能带我去一次吧？您别多礼了，我们住的地方太乱，不是大少爷去的地方。这是什么话呢？再说我也是寄居在亲戚家，说不定将来我也要住大杂院呢。我们现在就去吧。表少一回来，就跟小的说，在天桥认识一个姓关的。小的一听，马上就劝表少爷说：“天桥那个地方还有什么好人吗？”表少爷把眼睛一瞪，说：“你懂得什么？”这个小的就没有敢接着再往下说。哼，我准知道表少爷上天桥去就是你出的主意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呢？好了好了，下去下去。是。家树也实在不像话，什么女朋友不好交，叫上一个天桥卖艺的。卖艺的女孩子也不见得坏。你别说风凉话了，姑丈来信不是要我们照顾她吗？要是弄出事情来，你也脱不了关系。我明天得好好的劝劝你。傻瓜，这种事情啊，越劝就越坏，还是另外想个办法吧。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这个得要请教请教陶太太了。你有什么好主意，快点说呀。给家树介绍几个大家闺秀，让他眼界一开，他会把天桥的姑娘放在心上。对，好主意。再说天桥的姑娘还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？嗯，明儿叫刘福去找他们谈谈，干脆叫他们跟家树啊不要来往，一刀两断。我们家主人呢，知道您是天桥的把式师傅，人呢挺四海的，又跟我们表少爷也认识，所以呢，就叫我来，来拜访您，是要跟您商量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呢，也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看你还直说了，这是我们主人呢一点小意思，搬个家呢也足够了，只要你们以后远着我们表少点儿就行了。走，滚！你这个老头，你太不知道好歹了，这嫌少你好好的说呀。你说什么？爹，您生什么气，犯得着吗？这位管家，请您把钱带回去。啊，这你还不给我滚出去！姑娘，您是一个明理的人，我一个当听差的，主人怎么吩咐我就得怎么办，并不是我跟你们二位过不去，而且您请吧，反正以后我们离你们表少爷远点就是了。既是姑娘这么说了，可一言为定啊。你再不走，我可要揍人了。你这老头呢？怎么？好，我走。
爹，您何苦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呢？我把姓樊的当作朋友，想不到他。爹，你怎么看不出来的？这根本不关樊先生的事，是他家里的人在捣鬼。我们以后不要跟姓樊的来往。爹，您，他是公子哥，咱们高攀不上。要是他到这儿来找我们呢？我们搬家呀，这种破房子有的是，明天就搬。请问你关寿峰关大叔来过没有？关大叔啊，他好久没来了。您要找他，您到他家里找去吧。他搬家了，你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哦，哎，王大哥，这位先生要找关大叔，您问问他吧。你找关寿峰有什么事情？买大力丸呢？不是，我是想找他喝两杯。喝酒啊？你到山东找他喝去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听说他们父女俩回了山东原籍去了。哦。进了门，用目光那看，钟楼宝塔分离在两边，中间是一座大雄宝殿，翻世如来法相庄严，左面的是罗汉堂，右面那是观音园，后面是僧房一间间，顺着走廊东南西转，又只见一带的坟墙冷静悠闲，忽然间闪出个清光清长阳，风神绝代的美天仙。前边后跟着那小红娘，巧呀环，张生他不看也就罢了，这一看可看得他眼花缭乱，魂灵儿飞上天，因此上造成了这段流传千古的风流别斩。唱的不好，你多不好啊！哎，就在这儿。行。
谢谢您。大爷，你帮忙。谢谢您。不行，快过去，谢谢大爷。来，这是我侄女儿凤喜。啊，快，谢谢大爷，快谢谢大爷。谢谢。谢谢。不要客气。谢谢。啊，大爷，您贵姓啊？我姓樊。哦，樊大爷，樊大爷，我们姓沈，我叫沈三元，我们天天在这儿唱的。您要是喜欢听啊，叫我侄女再伺候您一段。不必了。我改天再来吧。改天来。回见。樊姐，你改天来啊！樊姐，你改天来啊！咱这位大爷今天省那么多钱，咱们今儿不唱了，回家收拾东西。你们怎么不唱了？今天有个姓樊的大爷给了我们几块钱，三叔说不唱了。给了几块钱呢？钱呢？嫂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呢，你收拾收拾啊，你收拾收拾。钱呢？你总把钱放下。三叔啊，你怎么都拿出来？二三，线儿。
今儿完了，老天爷这个雨也停不了了。你要是再下呀，咱们就得挨饿了。挨饿是小，没大烟抽才是大呢，是不是三叔？哎，我嫂子，你说这话可难了点吧？妈，嗯，您看他今儿个还会不会上天桥去？谁呀？谁呀？姑娘心里还有旁人呢，还不是那姓樊的，顶头算他对的，天天听听不腻味。三叔啊，要不是人家天天来，您抽什么？今天怕不会来了，这么大雨，说不定的。妈，嗯，我去看看去啊。凤喜呀，你找死啊！这么大的雨，凤喜，凤喜，这孩子，姑娘人大心大，趁早找个主啊，大家有吃有喝。嫂子，我说那个姓樊的。算我白说了。樊大爷。啊，沈姑娘。这么大的雨你还来，你看衣裳都淋湿了。不要紧的，怎么，你们今天怎么还不唱啊？唱给谁听呢？有几个像您这样的客人。既然不唱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的。哦。看你衣裳都湿了，着了凉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看还是上我家去烤烤吧，我们家离这儿不远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的。来。我就喜欢这种打扮，真漂亮。这是谁呀？你猜。大概是你妹妹，是不是让我猜中了？我早告诉您了，我家就是我、我妈跟我三叔三个人，哪来的妹妹呢？那么 这位是谁呀？是我。沈姑娘以前上过学，念完了小学，爸爸死了，我就学唱，出来挣钱养家。樊大爷，哎，您的衣裳干了。哦，谢谢您。不客气，我给您换杯茶吧。哦，不用了，天晴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樊大爷，您别走，在这儿吃了饭再走，没什么好吃的，给您做点炸酱面。哦，不用了，要是明天有空我再来。那就这样好了。哎，明天晚上咱们包饺子，请樊大爷尝尝咱们北方的面食，好不好啊？这个明儿个是礼拜六，樊大爷是个摩登人物，怕没空，要陪女朋友。我没有女朋友，明天晚上我一定来好了。那好极了，明天见。您慢走。哎哎哎哎！
打酒了？哎，今儿个咱们家的包饺子有贵客临门。哦，好嘛，走吧，上馆子去了。吃啊，天不早了。明儿个咱们凤喜啊也到茶馆里唱了。好啊，哎，今儿个我跟老板说好了。找的哪位大爷捧场啊？哎，就是今儿来吃饺子那位贵客了。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回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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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表哥还没出去？哎，我们预备到北京饭店去跳舞，你呢？我预备去看场电影。今天没什么好戏呀、啊。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去跳舞吧。对了，表弟，今儿是礼拜六，北京饭店里头可以说得上是闺秀云集，正是你交女朋友的好机会。只要你看中的，嫂子我都有办法给你介绍。总比天桥姑娘强多了吧？我不会跳舞，又没西装，我不想去受那个洋罪。跳舞一学就会，没有西装有什么关系？穿长袍的多得很呢、啊。走走走走。我什么？走走走。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赫丽娜小姐，她的父亲是总长。哦，我可以给你介绍，可是要先说好怎么样谢我。哦，丽娜来了。丽娜，跟谁一块来的？我自个儿来的。好极了，我们这三缺一，你来了刚好凑成两对儿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密斯赫丽娜，这是我的表弟樊家树。何小姐。Mr. 樊，我老远看见就知道您是南方人。我这个表弟呀、啊、是个老古板，新派的玩意儿什么都不会，磨着我教他跳舞。你来的正好，你的舞啊在北京城数第一了。哦，哪儿？你来教他吧。表嫂，哎，太太，咱们去跳舞吧。我这个表弟交给你了啊、哦。不跳舞啊？我不是不跳，我不会。好，
那我们就这么谈谈吧。好的。我的朋友之中很少有像您这样的人。何小姐是个摩登人物，像我这样的人大概看不惯吧。不，您猜错了。我觉得斯文有斯文的好处，尤其是像您这样的人挺有趣的。你对我的化妆有什么意见吗？不，你很像另外一个人。那一定是你的女朋友了。是个普通朋友，简直跟你长得一样。快九点了，怎么还不来呢？我早说了，人家来不来还没定呢。哎，你们这种妇道人家懂什么呀？像樊大爷这种有钱的人家啊，人家都是十一二点才吃晚饭，没那么早的。是啊，我们都不懂，就您一人懂呀。跟我跳脚，这樊大爷又不是我约来的，你跟我跳脚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啊，跟人大爷跳去。今儿连舞都不跳了，就陪着家叔。哎，有意思。不要紧的，幸亏我躲得快。原来是樊先生，您早。昨天晚上真对不起，我有点事给耽误了，所以没能来。是，樊先生贵人多忙。呀，樊爹，樊爹。哎，您早。早早。我说是谁的院子里说话呢？原来是您樊大爷来了。哎，凤喜啊，你怎么不找樊大爷屋里坐呀？您看这孩子脾气，你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樊姐，你这儿坐，这儿坐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樊爹来了。嫂子，你把他尝。樊大爷，您请坐，请坐，我给您倒杯茶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您坐。樊大爷，您来的正好，今儿个咱们凤喜的馆子里唱，您得来捧场啊。是吗？啊，我一定有。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嫂子，嫂子，您瞧凤喜这点脾气，不是把财神爷往外推吗？得了，你先出去溜溜吧，这儿的事我会安排的。沈姑娘，
也在生我的气吗？我怎么敢生樊大爷的气呢？昨晚上的事是我不好，我向你赔罪。您怎么老盯着我？我告诉你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我有个亲戚的朋友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我不信，您的朋友一定是千金小姐，我怎么像？像不像跟千金小姐有什么关系呢？千金小姐当然很美，又会打扮，哪像我们这么寒碜。不，你真的就比她好看。哎呀，没想到大清早的您会来，我连头都没梳。你不用打扮，也比别人浓妆艳抹好看。这不是真话。我从来不说假话，尤其是对你。真的。这段流传案前，我的芳疗孽债。哎哎哎！樊大爷点沈姑娘唱，潘金莲自叹。见阎王。
小姑娘，唱得很辛苦了吧？回头我请吃饭，怎么样？现在您马上回去。凤喜啊，这小子干什么？这么不是玩意儿啊！怎么了？从现在起，凤喜不要再唱了。你们先回家去等我，我马上就来。先拿着，你们先搬个家，姑娘也别再到茶馆去卖唱了。大爷，您这是？姑娘很聪明，不能让她再受委屈了。卖唱无非是想赚几个钱，我每个月省下180，就够你们家用了。姑娘想念书，我明天就去给她找个学校。您的意思怎么样？啊，樊大爷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就这么说吧，我该走了。别让邻居们说闲话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樊大爷，不要紧的，您坐会儿再走吧。不了，我改天再来吧。那您好走，我送您。别客气了，您别出来了。您慢走。请客气。您请回吧，慢走慢走，明儿见啊！哎，明儿见，明儿见。樊先生，樊先生，什么事啊？这忘了东西了。什么事？您忘了东西了。哦。现在别看，回家慢慢看。
你瞒得我们好苦啊。我没有瞒你们。你还赖。家属，嗯，我看你还是从实的招来的好。我真的没有什么事情瞒你们两位的呀。好，你自己拿去看，这是不是 Miss 何？这个，这不是何小姐。不是 Miss 何，那么是谁呀？她跟我那么多年的朋友，我连她的照片还认不出来。这个。表弟啊，嗯，这也用不着难为情了。就是，这真不是何小姐啊。明儿我看见她，我还得好好审审她呢。哎，别走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反正你怎么打扮都好看。嗯，你又笑我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替你在一家女子职业学校补习班报了名，明天我送你去上课好吗？当然好了，谢谢你。又抽烟，一块钱怎么够了？再来两块，再来两块。你以为我发了财，一开口就是两块？哎，你怎么都拿去了呀？你还给我呀！你想？
姓樊的。这位是？是我，二狗子，你不认识了？天桥练把式的关寿峰，是我师傅。哦，那关大叔呢？关大叔病了，快不成了啊！你要是够朋友的话，快去看看他吧。那你快带我去啊！哎，你可千万别说我告诉你的。好好好，走。那不是关姑娘吗？关姑娘，关姑娘，樊先生，关姑娘到哪儿去啊？给爹抓药。是不是大叔病得很厉害？你们搬哪儿去了？快带我去看看大叔。关姑娘，老人家的病可不能耽误。你们到底住在哪儿啊？不远，拐弯就到了。那我们快去吧。真是不敢当，大叔，大叔，您躺着，别起来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躺着躺着，躺下。樊先生，您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病了这么多日子，只有你一个人来看过我。大叔，我一直到处打听你们。有人说你们回山东去了，谁知道您病成这个样子，怎么也不叫大姑娘送个信给我呢？哎，一言难尽啊。樊先生，大叔，你来得真好，我知道我快不成了。真是想拜托你说我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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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看来大叔的病不轻啊，不知道他信不信西医。樊先生，我的心乱极了，您拿主意吧。我马上去叫辆汽车，把他送进医院再说。睡着了，我不惊扰他了。等醒了替我说一声，我先回去了。您太客气了。啊，刚才医生说爹的病不轻，最少要住好些日子才能好。我想这一定得花好多钱吧。钱的事你不要担心，总得把大叔的病治好了再说。啊，刚才我交给账房100块钱不够了，他们会跟我算的。这收条。这个。我想你一定有用的，留下吧。
樊先生，您帮了我们这么样一个大忙，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样报答你才好。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么说就不拿我当朋友了。关姑娘，我要求你一件事，就是以后你们再搬家，千万别不告诉我。刚才我告诉您，你们管家来送钱给我爹的事，您回去可别提了，免得又惹麻烦。嗯。哦，要是关姑娘以后找我有什么事，不要再到我表哥那儿去了，就到大喜胡同五号，我一个姓沈的亲戚那儿好了。大喜胡同五号。你回去陪大叔吧，你也该休息休息了。过一两天我再来看你们，回见啊。好吗？好，只要你喜欢都好。还有一样东西，是不是戒指？我找了几家都没有好看的，给你定做了一个，要过几天才有。定了个什么样子的？现在先不告诉你，反正你见了一定喜欢。最近我们老没出去玩了。嗯，那你明天下课，我在中山公园等你。樊大爷，有位姓关的姑娘找您呢。姓关的，是不是你常常提起那个关大叔啊？嗯，难道关大叔的病又重了？关姑娘。樊先生。大叔怎么样了？没有什么了。这位就是沈姑娘。沈姑娘，关姑娘，樊先生常常提醒你，他说你有一身的武功，今日才能够见着你。来，上屋里去坐去。哎，里边坐。来，来呀。请坐，我给你倒茶。不敢当。请坐。这是樊先生今天送来的，刚挂上，你看好不好？姑娘，我们不知道您来，没预备什么，您就随便吃一点，别客气。我们这儿也就跟樊大爷家里一样的。关姑娘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爹已经完全好了。哦，他说，不能让樊先生再多花钱，所以前天已经出院了。他叫我来告诉您一声，怕您空跑一趟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正想去看大叔，你来的刚好，待会儿我们俩一块儿去一趟好吧？不，我刚从医院里把爹接回家，家里乱七八糟的，等我回家去收拾好了，再来请樊先生和沈家姐姐一块儿到我们家去吃饭。千万不要客气。我回去了。哎，再坐会儿嘛。在这吃饭吧。对对对。不，我爹在家等着我呢。那我们送送他。好。关姑娘，您怎么走了？关姑娘，我给你叫辆车去。不用了。那你回去替我问问大叔好，过一两天我再去看他。再见。再见。
哎，秀姑，你回来了。爹。怎么，见到樊先生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樊先生这几天很忙。啊。他说，他有空就来看您。嗯。不是，何小姐一个人吗？你表嫂跟我说你准会在这儿，所以我特为来找你的。啊、哦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何小姐有什么见教？我是来问你一件事的。这位小姐长得跟我很像。可是又明明不是我，你表嫂拿这个跟我开玩笑，我是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，免得你为难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谁？你跟他们说从照相馆买来的，他们信了，我可不信。实在是，是另外一个人。啊。那么一定是 Mr. 凡的女朋友了，也谈不到，我们沾点亲。表嫂他们来了。哦，表哥，表嫂啊！你看，两个头都挤在一块儿了。怎么样，照片的口红编好了没有？我送张照片给 Mr. 凡也没什么呀。本来就没有什么嘛。你呀，你这叫做少见多怪。太太，你还是等着喝喜酒吧啊！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坐坐坐。凤喜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回来就哭，受了什么委屈？跟妈说呀。你别理我。别哭了，吃饭吧。我不吃啊。凡姐呀。凤喜回来没有？啊，早就回来了。今儿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一回来就哭。哎，好、哦，哎，凡姐，嗯，您身上有零钱没有？你怎么每天要钱呢？樊大爷，凤喜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您进去看看他吧。哦。凤喜，你怎么哭了？我们不是约好今天下午在公园见面的吗？你怎么没去？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
正有人陪着你，人又会打扮，又会交际，又是千金小姐，我拿什么跟人家比呀？你说的是谁呀？你别装糊涂，我亲眼在中山公园看见你的，你赖不掉的。凤喜，你误会了，今天那位何小姐是我表嫂的朋友。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啊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凤喜，你疯了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跟别人好，你骗我！凤喜，我不是跟你生气，我怎么跟你解释你老是不相信，所以我把这个杯子打烂，要是我有一点骗你，我跟这杯子一样。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了吧？你知道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这个可就心烦了。今儿个我回去马上就写封信给家里，索性把你的照片就寄去，就说我们已经讲妥了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随便你好了。等你学校里放了假，回家去当面说，也没关系的。不，这件事这么拖着总不好，还是早点办好的好。反正我不管，有你。没事啊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有什么事吗？你家里来一封电报，你妈病了，叫你马上回去。哦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想不要紧的，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什么事。倒是你自己应该决定一下，你还是回去还是？当然回去，我想明天就走。嗯。那很好，明天我叫人替你打个电报回去。谢谢您。我等了您好几天了，想不到您今天会这么早来的。来来来，里边坐吧。来，你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我来。哦，秀姑啊，秀姑。哎，樊先生，您早啊。早。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，今天大早赶来就是想托大叔跟姑娘点事。什么事啊？您尽管说，我这条老命就是您救的。樊先生，你有什么事说？昨天晚上我收到家里的电报，说家母病得很厉害。哦，那您得赶回去。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坐夜车回去。对呀。樊先生可是有什么人放心不下，
要我们替您照顾吗？就是大喜胡同那个亲戚，我走了以后，请两位多去看看他们。要是他们有什么为难的事，请两位多照顾。老弟，你放心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他们要是二几天来找我，我要是三几天去，我就对不起你。谢谢您了，大哥。什么话呢？可是关姑娘，樊先生，我会常常去看他们，把沈家姐姐当作亲姐姐一样，您放心好了。谢谢你，那么一切拜托你们两位了。您放心吧，我还有很多要紧的事要先走了。对，您去办您的事情啊。关姑娘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啊，走。您留步吧，别出来了，别出来了啊。家树真是的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我看就别等了，我想给他践行。践行就免了。我看还是待会儿车站见吧。那我给他留个条吧。好。弦子上太紧了，是会断的，我不忌讳这个。这两三个月的家用我已经交给你母亲了，你只管安心的读书，没事多在家里用用功，除了关姐姐，别人最好少来往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时间没多久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跟我说吗？一个月，我一定赶回来。我等你。那个姓樊的临走的时候啊，留没留下钱呢？我不知道。反正那个嫂子呢，每天给点零花给我。你想，我那个够呢。老弟啊，你守着一个如花似玉的侄女。只闹钱不够用，你怎么不想想法子呢你？哎呀，谁知道凤喜那个孩子死心塌地爱上个姓樊的了。你想凤喜他懂点什么呢？你不能让他做主啊。是啊，所以我今天请您来呢，请您帮个忙，叫雅琴呢、啊、在上市长那儿美言两句。哎，你这话就糊涂了。怎么，雅琴呢、啊、刚刚在上市长那儿得宠、哎、所以我才混上了这身老虎皮呀、啊。你能叫凤喜去分师长的心吗、哎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呀，这个上师长有个阔朋友呢一定不少，又听说这个刘大帅最近啊要娶这个姨太太，所以我想这个。哦，这我倒听说过，原来你想把凤喜。对了、这件事要成功了，咱哥俩啊没说的了、这个事儿 啊我倒可以帮忙。不过那个姓樊的怎么办？啊，管他的，这都念书的，有什么不好办的？哦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有了消息我就来这儿找你。好啊，谢谢了，我姓刘的见过的小娘们可不少啊。哎，
可是叫我捉迷了，一个都没有。当然了，大帅眼光高，别说遭迷，你能够看得顺眼的能有几个呢？我说尚师长，啊，今天你给我介绍这个小娘们是个啥样的？是我姨太太的姐妹啊，现在在上学，是个女学生。嗯，女学生。哎，嗯，好。咋还没来？哦，就要来了。啊，黄副官。哟，谁去接的？怎么人还没来？是大帅的汽车去接的，已经去了好半天了。出去看看。是。人来了，马上通组。是。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吧？好，您好。雅琴姐姐，哎，在后边等着你呢。哦，来，带沈姑娘去见太太。是，沈姑娘，您跟我来吧。好。凤喜，雅琴姐，你好！想不到咱们今天会在这儿见面。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来，到我屋里坐。这屋子还过得去吗？太好了，妹妹啊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将来说不定嫁得比我还要好，那时候可别忘了姐姐啊。沈姑娘，请用茶。谢谢沈姑娘。搁在桌子上。是。咦，别老站着，坐呀。啊，凤喜啊，我可不把你当外人，我们不容易见面，今天你既然来了，可别走啊，在我这儿吃了晚饭再回去。不了，打搅你不好意思。哎，我们自己姐妹嘛，还说这些客气话。来，吃点瓜子。妹妹，你以后放学回家，经过我这儿，常常要来玩的啊。好的，雅琴姐。你真的要来的？当然了。咦，原来有客人呢。别怕，这就是我们尚师长。哦，这位想必是你常常提起的那位沈姑娘吧？哎，早知道有贵客，我就不闯进来了。沈姑娘，您好。大帅想着我们在打牌，偏偏不够搭子。哎，要打牌，我们姐儿俩不就是现成的两个搭子？对呀、啊，好，我马上告诉大帅去，你陪沈姑娘马上来啊。好。不行，我要回家去了。哎，怕什么？输了算我的。妹妹，别让他们说我们小家子气。来来来。文少还不出来？就要来了，大帅，待会您见着了，包你喜欢。来嘛，都是自己人，来嘛，有我在这儿还怕什么难为情嘛，来嘛。我把妹妹拉了来，给您凑成了牌局，您该怎么样谢我？嗯，这位姑娘姓沈。我妹妹姓沈。沈姑娘。叫刘大帅。刘大帅。沈姑娘，我是个老粗啊，你可别嫌我不懂礼貌。怎么还不叫人拿牌来啊？这个。
六。沈姑娘在哪里上学啊？我在女子职业学校。嗯，女子职业学校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全是女的啊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呀？还有我妈。嗯。三叔。嗯。三叔，干啥的？他是做买卖的。一饼，碰。你这个戒指很漂亮啊，哎。是谁送给你的？是我自个儿买的。嗯，你很喜欢珠子啊？是的。我有一串项链，也是珠子的，我送给你，好不好？不敢当。这有啥不敢当的？哎，你们为啥听了不打了？大帅，该你摸了。我摸过了，摸牌，摸牌，摸牌。嗯，沈姑娘，今天赢了不少钱了。嗯，我这个牌，打啥好？起兵，吩咐了，碰。一碰就没平胡了，最讨厌人瞎碰。四兵，再打您要包了。小心包啊。你这个牌不会是饼子，糟了，沈姑娘，你真的是饼子吗？大帅，三副落地，谁打谁包。你要不相信啊，你就打。嗯。我就不相信。你还要这张三饼？胡了胡了胡了，气死！大帅，你包了包了！没想到今天我包了一副清一色。谢谢你啊！别客气。妈，凤喜，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？真让我担心死了。进去再说吧。嗯，这个小姑娘的确是很不错。嗯嗯嗯。不过，凤喜已经有了主了。那还不容易吗？哎呀，对呀。哎，这个沈姑娘是谁的来头啊？黄副官的来头。哦。黄副官对她。对他家里头非常的清楚。嗯，嗯，嗯。既然如此，那以后就叫黄副官跟着我吧。好，替我把这件事给办了。嗯，黄副官哟，以后伺候大帅。是，谢大帅提拔。嗯，嗯，今天我特地来接凤喜去听戏的。听戏？啊，跟谁听戏啊？还有谁呢？我要恭喜你了。怎么，事情有眉目了？有希望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看，大帅啊，还叫我带来点东西啊。
送给他的。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千万不要提起大帅，就说雅琴啊，请他听戏。嗯嗯，好吧。行啊行啊，过来坐。来来。哎，嫂子，师长又派汽车来接凤喜来了。哎，嫂子，你看谁来了？王大哥，请坐。哎，请坐。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？这个雅琴呢，要请凤喜去听戏，上师长就派车叫我来接。哎呀，那怎么敢当呢？这还有两件衣裳，给你点首饰送给凤喜的，您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还不明白，一定是雅琴啊要你去看戏，怕你呢没首饰戴，哎，给人笑话，那连他也没面子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呀。那这衣服当然也是了，雅琴呢想的真周到，你想凤喜跟师长去看戏，这衣服能穿着随随便便吗？凤喜啊，人家这点好意啊，你要好好的报答人家，快要进去换衣裳吧，快去来。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，雅琴姐姐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送这么名贵的东西给我呢？哎，我也觉得奇怪。那您看怎么办呢？要不回了她，我不去听戏了。那倒不好，要得罪人的，不如今天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最多以后不去就是头有点不大舒服。怎么了？我头疼啊。你要是真不舒服，我们就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大帅不会怪罪的。嗯，凤喜妹妹又是自己人。嗯，你们只管先走，回头我送沈姑娘回去。啊，嗯，哎，好，我们走吧。接完了这一出，我送你回去。嗯。这姑娘，这串珠子你可喜欢吗？嗯，昨天打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沈姑娘喜欢珠子，所以我就连夜派人给你弄来的。沈姑娘，人家都说我是老粗，可是我粗中有细呀。凤喜啊，大帅居然喜欢你，那是天大的喜事，人家想还想不着呢。怎么你三叔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樊大爷对待咱们恩重如山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忘了？呸！那个姓樊的能跟大帅比啊？现在的大帅啊，就跟从前的皇上一样，你懂点什么？再说那个姓樊的回不回来还不知道呢。三叔，不要多说了，
反正咱们不能乱收人家东西。我求求您，把这些都退回给大帅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这个孩子简直是疯了！大洋钱来了，往外推啊！我不去。妈，那您看怎么办呢？好吧，明天我去一趟。你就是神风系的娘？是的，大帅。这些东西是你拿来的？是的，大帅。你的闺女为啥不来？她病了。混蛋！大帅，请您原谅，我们是贫苦人家，不敢高攀。你们简直是不识抬举。大帅，你先回去吧。是，谢谢大帅，谢谢大帅。就照你说的去办吧。好，是。凤喜，我们的婚事我父母已经答应了，只要等母亲病医好，我就可以马上赶来跟你见面。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公开在一起。你高兴吗？喂，这是不是姓沈的？是姓沈的。你们几位有什么事吗？沈凤喜在家吗？沈凤喜在家，她是我侄女。你们几位找她有什么事啊？我们大帅府今天有堂会，要沈凤喜去唱，叫她出来跟我们快走。您是说唱个什么堂会？何总，凤喜是我的闺女，她以前是唱大鼓的，可是现在当了学生了，还怎么能去唱堂会呢？胡说，户口簿上明明报的是歌女，我们大帅瞧得起她才叫她去唱，怎么还不乐意啊？队长，哪有功夫跟他说那么多呀？打！可没有这么好耐心啊！到底去不去？去！我看他不去不成了呀！别哭了，进去换件衣裳，我陪你去。反正唱堂会嘛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喂，快点啊！我们没工夫等你。对，老总啊，对不起您，让姑娘换件衣裳就去啊。凤喜，那你就去一趟吧。那我去去就来。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您就去找关大叔商量。